天呢，我们要上千岛娃娃的课，所以呢，请小朋友们拿千岛娃娃的书，然后呢，打开第七页，打开第七页，打开这一页的哦。好，那小朋友们知道吗？今天呢，我们要学关于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呢要学新歌了。那小朋友们想不想学呢？好，那你们知道吗？这首歌呢叫什么？这首歌呢叫做《小手拍拍》。拍拍是怎么样？是这样，拍拍是吗？好，那你们呢就先听老师唱哦。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，手指伸出来，手指伸出来，眼睛在哪里？眼睛在这里，用手指出来，用手指出来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老师要请小朋友们跟着老师一起唱哦。一二三，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，手指伸出来，手指伸出来，眼睛在哪里？眼睛在这里，用手指出来，用手指出来。好，很棒。OK， 那今天的课呢，老师呢就先讲到这儿。小朋友们不要忘记哦，在家呢多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小朋友们再见。